每次进去游戏，想必大家都会看到这么一句话：游戏内的行为请勿在现实中模仿。然后又有调皮的网友开始疯狂模仿。自从电摇火了之后，又出了新花样，就连猴哥也加入了战场。哎，真的是当猴不努力，街头去卖艺。表面上看猴哥是送外卖的，看他加油美的动作，我就知道他曾经也是一个有着梦想的鬼火少年。再来看下一个，力求到一个妹子，直接安排电摇。哎，他男生来救他了，直接一个龙吸弹跪下，决赛圈一个平底锅，楼下有人直接一个翻窗追上去，还跑。哎，突然有人直接一个脉搏，没打掉怎么办？直接一个跳河下一把，再见。好家伙，这一个龙吸弹丢过去，绝对可以一发入魂，安排吃席。